面好像有虫哎，哥哥，真的哎，哎，蚂蚁呢？那是白蚂蚁。白蚂蚁，哎，真的有白色的蚂蚁。这个也很硬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从这里，从那里，从那边。对啊，这样也可以啊。看我有没有能力。哟。那个肉可以的。可以了。对啊。很好。这只不要。啊？这个。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 Assalamualaikum sahabat Lisa, apa kabar? Selamat datang di Lisa TKI Taiwan. 那个不是小小的吗？有吗？太可以了，也不是季节，所以没有办法了，就只能这样那么小。这个哥哥，那里还我。这个不拿了。要啊。竹笋，哥哥知道竹笋是印尼话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Rebung。Rebung。对，Rebung。很难写。哪有就两个呀？Rebung。Rebung。Re。Re。Bun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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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Rebung。哎，purple morph 没有 b， 但是有 p 而已哦。boom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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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， 对 ，boom 还是 boom？ the boom。我在印尼没有吃过 the boom， 听说也很贵，我不知道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对啊，因为很少啊。嗯。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了，但是我的地方已经没有了。竹笋。看。蚊子，要么哭。蚊子，要么。小小的，这个可以挖吗？变成哥哥挖，我来挖。你要挖，等一下那边还有。好啊。哇，又长得很奇怪，看，又长出来，又凸出来。不是啊，第一次也是漂亮啊，现在老了嘛，哥哥没有办法了，就是原谅他吧。哎，对我们很好哎，吃那么久。还有，可以吗？我们那边还有嘞。在哥哥那里山上啊。对啊。这里不算啊，这里算山上吗？不算。对啊，哥哥那里山上，那蹦沙里沙头。哦，白天鸟。很多蚊子，哥。很多蚊子哦。对。他不是我的啊。
个不行啊。小小的太小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都硬的啊。硬的。嗯。很烂。这个也不行啊。这个不能吃了，哥哥怎么吃了？我要把它砍掉。哦，为什么？不让它长出来，因为长出来也不会很好。就不留它了。对呀、啊。这不行啊！那怎么吃？是不是也要挖起来呀、啊？还是等它再大一点？对啊，看看啊。Like, comment, and subscribe channel ini. Terima kasih.